凝冻天气，电网覆冰，电线电塔不堪重负，危机重重，覆冰严重威胁着电网运行安全。看电力科研工作者如何智慧破融高空输电线路上的坚冰，电流升到500安，升到800，创新进行时，云端破冰记即将播出。一大早，电力工程师曾华荣就出发了，赶往贵州六盘水的大山深处。又是一个下雪天，这和他们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试验的成败息息相关。在贵州山区，冬天一旦下雪，容易出现一种凝冻天气，导致高压输电线路以及铁塔上面覆盖上厚厚一层冰，当达到承受的极限，覆冰可能会压断线路，倾覆铁塔，给电网造成巨大的损失。2008年的凝冻灾害，曾造成我国南方大面积停电。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灾害带来的损失，必须想方设法进行电网融冰。曾华荣带领团队，决定利用短路的物理原理，使导线升温，从而融化覆冰。经过持续攻关，他们终于找到了在不同温度、环境等条件下融冰电流值的规律。但是规律是否准确，还需要进行实地检验。梅花山海拔2800米，是六盘水地区海拔最高的地方。这里一年中超过90天有冰雪天气。为了更好地观测导线结冰，获取数据，研制直流融冰设备，曾华荣他们在这里建立了防冰试验基地。每年最冷的日子，他们都会在山上工作几个月。在这样的天气里，曾华荣和团队每天都在室外工作，寒冷让他们难以承受。然而，想要获取真实准确的试验数据，又必须在这样极寒凝冻的天气里进行线路融冰试验。它的天气更冷一点，这样你得到的数据更全面，观测的数据就更有效。最冷的天气往往出现在每年的春节前后，这也是他们观察试验的最佳时机。当万家团圆之时，他们十几号人就在这远离城市的大山里与冰雪为伴。不同的覆冰融冰时输入的电流值就不一样，他们观测和计算覆冰的温度、密度，为选择合适的融冰电流值提供参数。从早到晚，每个人都很投入，反反复复地观察、取冰、称重、记录，希望找到最接近他们理论设计的数值。脚是有点僵，但是干起活来也就不那么冷了。人一旦比较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些身体的感受呢，就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磨砺，他们终于研制出世界上首套大型直流融冰装置。装置可以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并且还能根据需要对电压进行调节，
使导线缓慢升温，最终达到融冰的电流值。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又一个冬天的到来，等待一场极寒的冰雪天气，到现场进行实地验证。那么他们的数据是否准确？设备能否达到预期的融冰效果？一场大雪不期而至，连续几天的降雪，山区气温持续下降，线路上已经覆盖上了厚厚的一层冰。曾华荣他们等待已久的极端天气终于出现了。梅花山防冰试验基地，一场试验正在进行。曾华荣他们设计的融冰装置能否融化线路上的覆冰，很快就见分晓。喂，张叔，我们正式开始喽。首先把这个开关合上吧。合上，分流紧急开关。现在读数294。我测一下电流值，46.8。第二个指导线是33.6。第三个指导线上47.7，第四根指导线上是57.8，把电流升到500安，电流已升到500安，86.0，升到800，收到，把电流升到800安，5，134.5，好，我们马上就要把这个电流升到我们预定电流2000安了，收到收到，把电流升到2000安。这上面已经明显的就是有点那个里面有那个水膜了，对，有下面这两根就基本上没有动，上面那两根就开始化了，对，现在没电流嘛，对对对。经过现场融冰试验，完全达到了他们设计的效果，电线上的覆冰逐渐融化，这一节马上要掉了，那个上架了，他要不然马上顺着这也要掉了，张总行吧。然而这只是局部融冰试验的成功，这套装置能不能在真正的实战中经受检验，达到大面积融冰的效果，考验还没结束。春节期间接连的几场雨雪，贵州六盘水地区又出现了覆冰现象，曾华荣他们赶往现场对设备进行融冰作业的检验。此刻坐在车里的曾华荣忧心忡忡，他知道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融冰作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担忧的是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覆冰，这个覆冰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输电线断线，这更严重的情况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干塌到塔，这种现象的话，对我们这个保证这个供电的话就非常不利。线上的这个覆冰现在观测数据是到多少？现在观测数据已经达到120多了。今年搞没搞？今年没有，这里地形不满足，那接水龙出冰，然后必须要用绳子拉。前面是一个大悬崖，它属于一个压张。那人员的操作呢就不方便。很快他们选择了一处便于架设融冰设备的高压线路，先对线路停电，根据装置有效覆盖范围20到40千米的设计值，在线路两端连接上装置，给线路通电30分钟，让线路缓慢升温，然后停止通电，大约需要等待30分钟，冰块就会融化掉落。塔上，然后马上我们这个已经正在启动融冰了。哎，哎呦呦，这种吊冰就比较好，它又不容易产生大的浮动。融冰作业十分顺利，直流融冰设备在实战中经受了考验。曾华荣他们来不及高兴，马上还要进行持续的融冰作业，
确保高压电网的安全，确保百姓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大年初三，曾华荣和同事们来不及休息，又匆忙赶往下一个融冰点。几十千米，山高林深，道路崎岖，行进困难，而一次融冰前后就需要10个小时，几十条线路融冰作业下来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当曾华荣他们在野外奔波的时候，负责同步配合作业的电网生产指挥中心的值班人员也是严阵以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融冰也是和时间赛跑，早一点完成作业，线路就少一分危险。前面的实地融冰检验很顺利，后面的作业是否还会顺利进行？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直流融冰法实战中通过了检验，曾华荣他们马不停蹄，紧接着依次对几十条线路进行融冰作业。电流升到2000安，观察10分钟，再继续升到预定电流。好，好的。预计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个冰就要掉落，我们也要注意安全，离它稍微有点距离哈，然后随时观察到冰，及时反馈给工作组。注意安全啊！来了，哦，飞了，飞了。电线加热40分钟后，覆冰纷纷掉落。这是最后一段覆冰线路。随着覆冰融化殆尽，这场冰灾对电网的威胁宣告解除。曾华荣他们那颗悬了多日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这是从上面掉下来的一个部分，摔碎了的一个部分。90，80，我们卡紧一点，85毫米就属于很严重了，而且这个现在这个天气看它还在持续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的融冰是非常及时而且非常必要。工作结束已经是晚上10点，附近村民热情邀请曾华荣他们到家里烤火。这就是大学出来，我爷爷奶奶打10块钱给我们炒菜煮水，半夜放学就到了。你还能喝点酒不？一天三两。有点小酒喝，而且你这是属于健康饮食、长寿饮食。谢谢啊，我不是哈，但是谢谢老师，要锻炼要吃，要点小酒。给我们这么好吃的这个羊肉汤，全当我们的年夜饭了。此时，气温-5摄氏度，在远离城市的大山深处，却是别样的温馨。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电网建设也高速发展。我国丰富的能源优势正在快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而确保成千上万条电力大动脉畅通无阻的，正是一个个电力人的默默奉献。电力就是经济的晴雨表嘛，然后我们这个电力的发展就见证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发展啊。我们这个变电站的数量，2008年以前好像就是400多座以左右吧哈，现在已经1400多座了，就是翻了2倍的还不止。电量增长也是非常快，从过去的几百亿，就现在有1000多亿了啊。我们贵州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快的。创新之路没有句号。不知不觉，梅花山成了曾华荣冬天最牵肠挂肚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次观测和记录，每一组崭新的数据，都令他激动不已。
中国有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高压输电线路，贵州就有5.5万千米。高压线路所经之处，大都是高山深谷，道路难行。在这样点多面广、交通不便之下，四处安装融冰装备进行作业，成本很高，而且耗时耗力。那么，怎样才能快速灵活地融冰呢？多年持续攻关，曾华荣他们团队又设计组装了直流融冰车。相比大型装置，融冰车更加机动，可以灵活地穿梭在山野丛林，实现快速融冰。通过地面装置和融冰车的组合，成功应对了多场局部冰冻灾害。但是曾华荣他们的科研团队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直流融冰法每次融冰作业从准备开始，前后需要停电达10小时以上，这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仍然带来了影响。于是他们提出了新的目标，不停电融冰技术。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张老师，你测好以后要告诉我们一声啊。好，测完了。测完了哈。那我们继续升，升到1000啊。好，准备升流，升到1000。好，已经升到1000安了。好，测完了。那我们继续升到1500。测试完毕。我们加到目标电流2200安。总电流是2053啊。掉，开始掉冰了，说明这试验效果还是基本上很理想嘛。经过几年的努力，曾华荣及其团队的输电线路智能融冰与冰灾主动防御及其工程应用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未来电网还将有哪些创新突破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融冰技术的不断突破，更加激发了曾华荣团队创新的激情。放眼未来，他们又提出了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智能化、自动融冰，不需要人来操作。我的梦想就是探索数字电网，将来能够主动储冰，甚至都不需要人到现场，也不需要线路停电。对曾华荣他们来说，未来可期。他们只需奋力奔跑，只争朝夕，因为在他们斗兵战雪的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光明。我们中国的电网啊，尤其是发展到就最近这5年就没有发生什么大面积的停电事故。我们从一个网架薄弱、供电可靠性比较低的电网，已经发展到一个智能化程度比较高、供电可靠性比较高的这种电网。我们与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啊，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达到世界最顶尖的水平。